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坚决不会，你把你写卖他儿子的计划顺便写到。好久不见，长那么高呢，别给大炮黑帅啊！我老高长得帅有啥用啊？整天就知道考第一来孝顺，真厉害，比我们家图图那是强多了。他整天就知道做好人好事，刚才还帮助了一个迷路的老奶奶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没事就吃溜溜，你别管我了。儿子，把给我买的女王节礼物拿出来。也掉出来了，只会说两句外语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家图图还认识好多外星朋友。姐夫，等我一下。你糊弄谁呢？你等我儿子挣大钱。哎呀，整到娘的面子上了，那我就让糊涂去当保安，把当年市里的赛跑群全都撵走，让你哥们当老婆。儿子说给我买豪车，带着去环球旅行。那我儿子就去加油站打工，把你的钱拆坏了，切嘴，让你哪也切不离。我儿子懂事，一天给我请100个保姆，上200个门。活动揍我这个孩儿精彩洗碗机用的可是高温威蒸汽洗，再脏的油污也能洗得干干净净。你们家保姆能洗那么干净吗？而且他一次性可以洗90多件餐具，一次保姆得花不少钱。你这个大冤种。哎，你什么你？我儿子是大明星，还有我看那个就是他。那我儿子就